但在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在跳进虚空的时候回头看。 No！ 快看呀，我在往前走。众所周知，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是看不到后面啊。如果我们想看后面，我们必须回头看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后面有一个变异蛋，竟然在追我！但在派对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在跳进虚空的时候回头看。 No！ 要不然你会被吓一跳，小伙伴们，快看呀！现在我在虚空的边缘行走，众所周知，如果我们跳进虚空，我们在经过一番挣扎，会被传送回蛋仔岛呀。但在派对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在跳进虚空的时候回头看。原因，我来告诉大家，小伙伴们，今天我在跳进虚空的时候，快看呀，我跳进了虚空。伙伴们，在我回头看的一刹那。 叮叮叮！暂停，你们看，蛋仔岛竟然是透明的啊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我刚看到就被传送回了蛋仔岛，所以我才说大家跳进虚空的时候不要回头看，因为你会发现蛋仔岛竟然是透明的。